来了，该不会是那台吧？11:459月10日，就知道是你8796。哎，我想破裂哦，1205。哎，是怎样？我以为是那个哎，单机的哎，傻眼了。没事没事，这班次我看一下，7450次啊，1205，当年老家，速捷废土破裂哦，在那什么，在宜安县石山端芙蓉隧道口。通过了11:46，准备的是7450次获利哦。11:46，9月10日，谢观众再见。如果小明跟妈咱们都是给我们的一张观看影片，哇，终于在这边拍的超龄隧道。但是他不应该停车做检查吗？所以他没有开走法，大家来看看吧。超龄隧道，哎，麻烦呐、啊，我很想回去吃饭。对啊。反正只有再稍等一下好了，谢哥再见，11:46，9月10日再见，拜拜。